灼烧黑夜的热情。本次悬赏目标有五个，是笔大买卖。别眨眼，不要好奇游侠的过去，藏好了吗？再给你一首歌的时间。从不站着输出，第十发子弹还没上膛呢。附赠一个心理阴影，关于我是谁，双枪会给出答案。接住在下的飞吻。你的脸上写着赏金两个字，偶尔也做做慈善。我的金库密码是，想从暗夜里赚钱就要先融入它。新面具，上个月账单的最大开销。